选题出来。那你是知道是什么游戏吗？要拼凑，哎，要去尝试。要拼这样。好像解谜。因为主要拼出来。不难呐、啊，这个不难，四张拼一个图片而已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都要拼速度，哎。拼完之后，我们要看啊，哪一个是嘴巴大，然后语力小。啊，最后发现是这个的话，啊，我们就要把它翻过来，因为它背后有字。对。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知道，而已。啊、松江鲈鱼。对，然后他还有，他除了开 AR 的程式之外，他还要叫我们下载这个程式。然后开始游戏之后，他还会说，哦，这个你要先看一下画卷到底是要怎么样做，然后他会叫你边卷边开，他知道。